树上这只可爱的小肥鸠，它叫做北长尾山雀，是一种小巧玲珑的长尾山雀科鸟类。你看这小短腿和圆滚滚的身体，简直就是个会飞的小毛球，这造型绝对是鸟类界的萌王，看着就想捏一捏。但它最大的特点还是那条与身体等长的长尾巴，当它飞翔时，尾巴就像那婚纱的拖尾，非常优雅。这小家伙性格活泼，会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树上，它们之间还有着复杂的语言交流，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。不过小心了，它的嘴可利了，主要以昆虫为食，偶食植物果实和种子。看它轻快地在枝头跳来跳去，样子活泼可爱，俗称可爱雀精、丸子、雪之妖精、豆大虎、小肥鸠等，遍布欧洲、西伯利亚、日本、朝鲜以及中国大多数省份。